金枪鱼虽然没有鱼鳞，但是表面这些白色物质一定要把它刮掉。你看看有多脏呢？今天来教你一个超好吃的做法。首先给它改刀，切成镰刀厚片。我每天用不同的食材来教你做不一样的菜，主页呢更新1000多道详细美食的。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就可以收藏，学到就是赚到。不然你手机滑着滑着就很难找到我的视频了。准备青红椒末、姜末、葱末、蒜末、剁辣椒。准备来教你调一个剁椒酱，60油温呛香。蒸鱼豉油、白糖提鲜、豆豉，可以不用加盐，这些已经够咸了。金枪鱼整齐摆盘中，铺上调好的剁椒酱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水烧开后蒸6分钟，等待的时间来切蒸鱼三丝。小葱、辣椒、生姜片叠在一起切，手再退刀再走，千万不要切到手。切完泡水不容易干掉，做菜要讲细节，不然别人是看不懂的。搭配蒸鱼三丝，60油温呛香就 OK 啦。红印当头，先来吃一块鱼头吧。喜欢做菜的不要忘记了，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不要错过哦。